谢谢我们的大会司仪，大会主席，赖俊万同志，马六甲州白沟区州议员邱培栋同志，我党全国宣传秘书兼八达岭北区国议员潘杰伟同志，罗湖州巴克利区国议员余德华同志，吉隆坡新加坡区州国会议员林立同志，在场的每一个。 支持行动党、热爱马来西亚的儿女们、兄弟姐妹们 ，Black Lives Matter, Sekolahkan, dan rukun menteri DAP Adrigo, salam bersih, salam reformasi, 兄弟姐妹，大家好。 Di sini ada kerajaan yang sudah gila, polis angka 500, mereka panggil itu corruption。 Rasa baginda dan menteri angkat 500 juta dia panggil itu commission. Perdana menteri angkat 2.6 bilion mereka panggil itu donation. Perdana menteri cakap itu duit untuk election. Mana tahu untuk Mama Rosma beli lotion. The ex bongkar rahsia dia kena suspension. Muhyiddin cakap banyak sikit, kena termination. Set up special task force, ingat mah buat investigation. Tapi mana tahu ke jabat itu peguam negara kena kasih pension. Itu Governor Bank Negara missing in action. SPRM pula hantar outstation. This is our nation. Rakyat sudah tension. Mari ambil action. Sokong Bersih pergi demonstration. Kuasia, tak ke 29号, Jilopo, bukan bukan, bersifu. Are you ready? Cakap ready kuat kuat, pergi jual lagi kuat KL, tak ada jumpa, nanti saya mari lagi. Ni hai mei xiao, Malaysia ane cham le gui qiu, wo gao le gong ji bai xi xi bei gao la. 马来西亚现在有一个谁盖春帆盖的首相，这一个首相从小没有做过工，不是摆干宅就是以塞种，所以我感到很荣幸，今天晚上马来西亚有两个被首相和首相的老婆看上的男人，一个潘杰伟，一个小弟，两个都在这边。 我们都是被首相告的男人，但是我们不是普通的男人，我们是火箭的男人。我们是巴西国家，一国家的巴西。所以各位，那点马来西亚本来是很好的国家，只是很可惜，我们有一个很烂的政府。新加坡是一个很烂的国家，可是它有一个很好的政府。所以因为一个好的国家有烂的政府。 我们现在也变成一个很烂的国家，外国人叫我们香蕉共和国 （Banana Republic）， 也有人叫我们 Fail State， 失败的国家。各位，啊，又拿什么来？我帮忙讲 Donation，DAP 果然真的是很没有钱 ，DAP 是 Deliver as Promise，We promise you to save Malaysia， but please give some money for us to save Malaysia。 行动党50多年，我们是党政分家。你看林冠英做首席部长，我们没有跟槟城政府拿一分钱的，那是人民的钱，我们不能动，不会像某某人，哦，26亿放在私人的口袋，还可以说是捐款。啊，所以这个是行动党跟国政不同的地方。那么各位，今天我站在这边，大家笑完了，现在是到哭的时候。我告诉大家，现在是国难当前。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马来西亚现在是面对建国以来从所未见的危机。你看，我们的中央银行储备金，大选前我们还有1410亿美金，大选到今天两年里面，因为国际投资者对马来西亚完全没有信心，外资拼命撤退，关关拉力，造成今天两年后，马来西亚中央银行的储备金已经流失了1/3，1/3的储备金不见，到今天只剩下945亿美金，不见了多少？不见了465亿美金。如果以今天美金换马币来算，两年内马来西亚中央银行储备金总共流失了1920亿，平均一年不见1000亿。所以马六甲说 Don't mess up in Malaga， 我们应该跟巴黎圣日耳曼讲 Don't mess up in Malaysia， 因为有国政 Gotta be and gotta be nasa。 我们的中央储备金跌有什么后果？第一，它会影响到政府还债的能力。我们给这个二世祖百大宅哦，香港人叫那些的名字叫哪个北啊，也有人叫他叫赖席顿赖彩，军单是席耶。在一个首相座以后，我们的国债短短六年期间，从3100亿增加到今天的差不多7400亿，短短五年增加180%，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只有纳吉做得到，就是专门拜我们的国家。而今天我们的国债这么高，中央银行储备金还不断的跌，它会严重影响政府的还债能力。如果有一天政府不能还债，我们这公务员没得储粮，阿舍要上街，老师要上街，到时候不是 per se for per se by， 是警察叫我们一起上街，因为他们没有薪水出，好像希腊一样。第二，如果中央银行储备金继续跌，它会影响到我们国家的信用评级 credit rating。 经过去我们独立的时候，我们的信贷评级在国际上是有名的，马来西亚的信用是响当当的，所以不管是 Standard and Poor Moody's 都给我们 AAA。 可是现在因为纳吉布这样搞，我们的评级已经下跌到 AAA 级，如果这一次再影响的话，可能到 BBB 加，再下来 BBB 减，我们就几乎是变成政府的债券跟垃圾的债券差不多一样。所以正是，所以我们才要8月29号全民上街倒垃圾，全民上街大扫除，用不懈来把国度那个格拉加案啊，这政府让他走去一边，扫到南中国海和马六甲海峡。各位，不止我们中央储备金跌，大家也有眼看，尤其是马六甲离新加坡不是很远，对不对？马币可以说没有每一天都跌跌不休，更令我们感到触目惊心的就是，纳吉一天不走，国政一天不倒台，马币的跌势好像没有停过，没有更低，只有最低。这样的情形，两年前还阿布拉巴达威，我们叫他阿布拉布大会，他是不会的，但是他做的时候，马币对美金还有起到2.88，差不多3块对1块，对不对？选了这一个纳吉来，哪个北一上台，我们今天从3.2变成4.2。各位，马币跌30%，效果肯定立竿见影，因为马来西亚样样都是进口，单单我们吃的东西一年进口要321亿，现在多了30%，就是差不多要多了90亿，要花400多亿来进口我们的米，我们吃的水果蔬菜各种各样用的穿的很多都是进口的，进口全部靠美金进口，样样东西起30%， GST 已经给我们6%，再来个30%，我们大家还没有到富贵山庄也走到下恩园。所以我们不要去富贵山庄，不要去下恩园，一定要确保让国政政府送他去，让告诉他一路顺风。但是没有人民的力量我们做不到，我们需要大家的支持。如果这个下个礼拜不信奉哦，如果出来的只有个5万10万人 RDM 那个 Red Heart 都不满意。
就会让我们、哦、他就会报告新闻了，不能定不到哦，他那个不能定不到，那个苏克基到底忙碌干什么？那个不能不能好让不行，他的你们要把什么大家足够定义起来，还有你们的故事还记得吗？你们的你们如何干？这都来自 propaganda 本邦干干干干，所以你不要让阿爹看不起我们，你改革专股战不给立北基本来体谅。全世界放出一个强烈的讯息，马来西亚人要干净的政府，马来西亚人要干净的选举，马来西亚人要懂得自救，我们爱我们的国家，爱这一片土地，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生死于斯，这一个是我们唯一的祖国，除了马来西亚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因为爱国所以我们站出来了，做正确的事，走应该走的路，因为我相信沉默不是金，沉默是害人精。你不要以为继续保持沉默，你的这国家政府最喜欢就是看到人民保持沉默，永远越多顺民就会越来逆来顺受，所以要让国政政府感到压力，三大民族一条心，兄弟同心，其利断金，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大家一起和平上街，走上街头，政府扑街，我们上街。所以我们当我们走上街的时候，我们不会这样，我们不是搞暴力，马来西亚人已经通过 Version 1 Version 2 Version 3 越来越成熟、哦、越来的这个越成熟，而且我们现在有和平机会法令保障各位的人权，警方并没有权利来阻止和平机会，我们没有拿西凤，我们拿的只是矿泉水，我们也没有拿这个手榴弹，也不会有人拿机关枪，只有拿毛巾、盐水、牙刷而已，万一有催泪弹、啊、请我们、啊、喝一点矿泉水，我们拿水来洗洗脸就算了，这个是全世界的人都在等看这一天，马来西亚的人民有多少人可以站出来，改变绝对不是一朝一夕，但是如果不改变，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死路，不走死路选活路，全民同心一起上街，829全民上街扫垃圾大扫除，好不好？好。所以各位，今天我们马来西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很多人说是种族政治，很多人说是政府腐败，也有人说是宗教极端，这一些都是国家的问题，但是小弟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马来西亚现在的领导人刚好选了一群不知道羞耻的人来领导，就是因为有人不知羞耻，所以他什么话都敢讲，什么事都敢做。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你们大家认识唐太宗，中国2400年皇帝时代最伟大的君王之一就是唐朝的唐太宗。唐太宗开启贞观之治400年，唐朝400年最强盛的时候就是贞观之治。什么是贞观之治呢？当时唐太宗重用人才，管好治安，开放经济，所以当时的唐朝可以做到人民路不拾遗，门不闭户，就是你晚上睡觉、啊、不用关门，没有装铁花，也没有贼会进你的家，哇，爽个比较够，对不对？我们现在马来西亚，你试试看，晚上睡觉不关门，明天进去，今晚就进去，帮你不止把你抓起来，整辆车都跟你架走，还要用你的体裤塞在你的嘴里面，对不对？当时唐朝做得到，路门不闭户，路不拾遗。什么叫路不拾遗？钱丢在地上都没有人事，事了还会拿去警察局哦，我是盗钱，我没有弄乱了，还给警察，警察局去找哦，你有没有掉了钱包还给你？当时唐太宗就是可以做到这一点，路不拾遗，门不闭户，可以说是全国人民安居乐业。唐太宗有一天他能够成为伟大的君王，关键就在于他懂得善用人才。当时唐太宗哦，有一次上朝，他的宰相名字叫做魏征，这是一个不怕死的宰相，什么话忠言逆耳，他知道皇帝不喜欢他也敢讲。文武百官上朝的时候，他问这一个唐太宗，皇帝万岁，请问什么人才可以用，什么人才不可以用？唐太宗告诉文武百官，
一个国家要强盛，有几种人才可以用。第一种人才可要用的，就是要有才又有德。什么叫有才又有德？有才华又有道德，就是这一个人有本事，但是他还有道德威信，不是随随便便的小人，是君子，这种人可以重用。那么宰相又问他，皇上，第二种人什么人可以用？唐太宗告诉他，第二种可以用的是有德无才，就是说他没有什么才华，但是他有很高的道德，至少他不会吃公司的钱，他不会吃国家的钱，不会让国家倒闭，他还有那个道德，知道廉耻。第二种人有德无才可以用，有才有德更加可以用。那么第三种人什么人不能用的？唐太宗说，不能用的人是无德无才的人，没有道德也没有才华，没有本事又没有道德的人，更加不能用的呢，最低等的人。唐太宗生气了，我告诉你，真正不能用的人渣，就是寡廉鲜耻的人。哇，什么叫寡廉鲜耻？寡廉鲜耻这一句成语，从唐朝传到今天，已经1500年，就是说，有一种人是绝对不能用，就是贪污又不知道羞耻，不会懂得廉耻的人。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几希也。人跟禽兽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人跟禽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人会知道羞耻，不知道羞耻的人跟阿猪阿狗没有两样。所以我们马来西亚今天国门不幸，刚好有了一个寡廉鲜耻的领导人。你们拍手是你们讲的，不是我讲。可我们要这种不知道羞耻的领导人下台，不要继续祸国殃民，不要继续危害民间。为了马来西亚，我们不是要换首相，因为你换首相，不管是阿曼扎黑上去，或者是谁上去，巫统的政策没有改，国家的体制没有改，依然是新瓶装旧酒，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这个政府做不好，民主国家人民当家，我们换政府。你只有政府换了，才能重新洗牌，才能够把种族政治连根拔起，像兵城中一样，首相部长公布财产阳光法案，好像林观音一样，能够不分种族全民受惠，全马政府的政策全民平等，不再有土著非土著之分，马来人、华人、印度人，我们都是一家人。就是行动党从政的理想。所以各位，当然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不可能一朝一夕改革就可能错然而成，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保持沉默，没有人勇敢踏出第一步，不像就像老子说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第一步我们308已经踏出了，第二步505大选我们也踏出了，现在是第三步，无三不成礼，第一次不成功，第二次不成功，我们相信来届大选就是马来西亚人终结国政霸权，结束种族政治，驱赶贪污腐败，改朝换代，告别腐败，指日可待，为了你我的下一代。所以今天你看到我们马来西亚就是有一些寡廉鲜耻的领导人，所以你看26亿也可以说成是捐款，而且鬼话连篇，越讲就越像鬼。开始的时候说这个户口不是我的，要告你回啊，周华尔街之报7月3号，华尔街之报提报今天丑闻，今天已经8月尾了，首相有没有告华尔街之报？没有。有，他写一封信，然后去问人家，我看不懂你的英文，可以先解释一下你写什么吗？Can you explain what is your stand in your report? 这个是我们Mr. Chi 他们都在，我们的senior lawyer都在。我们做律师20多年，没有看过这样没有水准的律师信。为什么他告潘检委？他不问潘检委一声，你的英文是不是 Oxford English? 我看不明白，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不问？他告我的时候，他又不问我，对不对？要告就
兵来降胆，水来土掩。这不用紧。然后第二天他又说什么？哦，是后来有人讲的，有真的这个钱进了户口。哎，这个钱进了户口不是我用的，我没有用这个钱。然后但是呢，又给人看到这个钱进他私人户口没有进，还把钱搬到新加坡去，还把新加坡不是少哦，26亿7000万，如果以今天的汇率来算，已经增加到29亿4000万，那就坐在家里都多了3亿300多万，不用做工，因为马币贬值，他收到的是7亿美金，对不对？现在4块多，哇，不是猪笼入水，是鸡笼入水。是不是我们做生意做到半死，为了那 GSC 还有人跑去自杀啊？阿基哥坐在家里都有人好好做捐钱，你知道生意是多少钱吗？如果你今天有 Public Bank 的 ATM 卡啊，你去那边压钱，一天最多压5000，你要拿你那个坐在那边拿船搬在那边坐，要压1424年，从2015年要压到3500多年。才压到26亿出来，贾乃伯，贾乃伯，捐款，你当我们是露露啊？捐款，对不对？大声点，对不对？老百姓，你知道是多少钱？哦，你们马六甲有一个机场，没有飞机的，专门放飞机。我们政府喜欢打飞机，所以就起一个没有飞机的飞机场。叫人家主办国际放风筝比赛，对不对？是吧？我都不知道有一个飞机场，没有什么飞机的呢。最好就跑到哪来主办国际全球公开放风筝比赛啊！各位，你知道飞机场对不对？马来西亚最出名的航空公司是什么名字 ？AirAsia。AirAsia 老板是谁 ？Tony Fernandes。每个人都知道 ，Everyone can fly， 对不对 ？Now everyone can fly。Tony Fernandes 这么多辆飞机。卖完了欠银行的钱，全副身家才20亿吧，捐给那届还要欠那届6亿，还要去背告示。你说好料没有？我们不要讲，讲手下的薪水，手下一薪水大概一年是465000啊。如果手下很班带储蓄，好像他的身材45、45、45的老婆这样，啊，很会储蓄的，每天都不吃不喝。天天每一分钱都存起来，首相要做多少年才会有26亿？这个首相要做5590年，从公元2009年要做到公元7000多年，那时候恐龙都绝种了，人类有没有在我们知道？地球还有没有存在普朗斋？对不对？26亿，他说是捐款。OK， 不要紧，我们就当作我们是露露了，我们相信你了。那么问他，现在钱怎么用？开始他说什么？钱是拿来大选用的。OK， 他说大选要用的，大选要用26亿，全国只有222个国会。哦，如果你每个国会议员呢，你叫他去竞选，给他那个安慰金15000块，哦，1000多万就够了，还用到26亿？这个是什么 ？OK， 我们不要讲多。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每一个国会选区竞选经费不可以超过20万。你拿来乘222个，每一个国会议员都给他20万，这是法律所允许的，不可以用超过这笔钱，超过竞选重选也可以被取消资格。1954 Election Offences Act， 对不对？222个国会，一个国会20万，也不过是4000多万，对吧？要用到26亿，你相信他？哦，国展可以相信，巨拿为相信。我都看过，如果真的相信，等下我车下去看到马六甲的母猪会爬树。然后他又说什么？哎，我们就论他的 OK， 不是，其实这笔钱是要拿来对付行动党跟犹太人，因为行动党跟犹太人联盟，所以潘建伟是犹太人，余德华也是犹太人，林冠英刚才那个也是犹太人，小弟尼可敏也是犹太人，瓦兰都是犹太人。在南宫他们讲到北大喊就是那，莫名其妙，对不对？我们这不是我们讲的哦，全部是乌头的部长讲的，乌头的这个副交通部长安吉讲的哦，对不对？哇，他还说这笔钱其实是这一个中东国家
为了感谢马来西亚反对 IS， 所以把26亿钱放在我们手下的户口。哎，朋友，钱是2013年3月就进他的户口，那个 IS 是2014年4月才成立的。他当我们真的是论鲁，你知道没？哇，他们有为捐钱的人都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知道1年后 IS 会成立，快点把26亿放在他的户口。你一讲，全部人，全世界的人都笑翻了，没有人信。OK， 没有人信了，今天又来一招，哦，越讲越不像样。哦，他说，其实我们的地方政府部长，哦，那个托尼波的好朋友阿曼拉达兰，阿曼达兰不知道什么兰的，他说，哎，我们乌统跟行动党不一样的，行动党的钱啊，等下你们捐的哈，我们等下会报告的多少钱，明天就进户口，绝对不会放进赖君旺 public bank 的 personal account， 你放心，放在赖君旺的户口，我的脚斩下来送给你做猪脚吃，我们都是放在 DAB 的户口。哎，他说什么？那个阿曼达兰讲，他说，其实我们乌统这笔钱放在乌统的户口不安全，放在首相的私人户口比较安全。我了我不用呢，不是县议员呢，不是州议员的部长呢，所以马来西亚的部长都是举世闻名的。所以今晚告诉你一个政治笑话，有一天余德华要去买一个脑，他觉得他的头虽然少一点头发，还是不够性感，他要一粒美美的脑，比潘建伟更聪明的，所以他去到这专科医院，他说我要一粒好的脑，那医生去拿一粒脑出来，我那个脑里面很多疤痕，好像一生气这样的，因为每天律师，他说这是律师的脑，律师要读很多 case， 要用很多脑，所以他的脑很多疤痕很多，因为整天要伤脑筋嘛，对不对？所以他的脑啊用到很旧的。那个余德华问他，这粒脑多少钱？医生说这粒2000。余德华说这粒不是很美啊，很多疤痕，再拿一个专科医生出来。那医生拿一个 specialist， 好像潘建伟一样 Oxford 毕业的，那个疤痕更多了，那个脑伤的更厉害，因为整天用脑嘛，伤脑筋，对不对？哦，他说这里多少钱？医生说3000块。余德华不满意，这样难看，一粒卖2000，一粒3000，虽然麻痹扁症，也不要卖这样贵嘛。我要一粒美美的，好像周润发这么 handsome 的脑。哇，医生就去 store 里面，走到很远去 store 里面开了，拿了一粒出来，打开那个 cover， 哇， back 到美美的拿出来，哇，那粒脑碎碎不要动，没有疤痕，没有星星，拿过碎当当啊，哇，星星亮亮的，哇，都说这里，你都说这里比较美，这里我要，医生多少钱？那专科医生在，律师的2000，专科医生3000，这粒脑要30000。哇，医生说：“哎，你不要误会，医生2000，医生3000，律师2000。这一粒脑，你看新新的，没有用过的，谁的？马来西亚国政部长的脑，部长没有用过的，新新的，所以要卖30000。这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部长的水准。”哦，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什么报告部长Mustafa Ahmad可以讲，马来西亚的 Proton Saga， 我们有这种国产车，名字叫笨蛋傻瓜。笨蛋傻瓜呢，他说我们的品质比德国出产的 BMW 更加好，这是我们部长的水准啊。所以才会说，乌统的钱放在私人户口比较安全，什么话都敢讲，什么事都敢做。这就是马来西亚今天这种政府，也告诉了全国人民，不管什么种族，是时候哦，换政府的时候到了哦，我们不能够再迟疑。马来西亚今天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更让我们担心的一点就是，这个危机没有人，你问潘建伟，他这么厉害，他也不知道。最令我们担心的就是，这个危机什么时候才是尽头？马币跌到4.2块，会不会去到4.5块？没有人知道。会不会去到5块？没有人知道。谁敢讲？我知道，那就是只要纳吉一天不下台，国政一天不倒台，好，马来西亚两国政不倒，人民吃草，不要吃草，就要快点国政倒。所以
就以这几句话，因为我们等下还有一个被 Rosemar 看上的英俊男人潘简伟要来跟大家演唱会，所以小弟还要赶车5个小时回太平。就以这几句话，祝大家身体健康。